反映华人生活，沟通华人信息，展现华人风采，新西兰华人世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新西兰华人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柏林。上周六，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本台联合组织的2014新春花市同乐会在 ASB Showground 成功举办。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此次活动的详细报道。本期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牛青豹总领事和约翰基总理在节目开始前为舞狮点睛和在主讲台演讲。这个是吧？中间是吧？中间哪个位置？这边是吧？我看刘总等两分钟啊，老要给你拍个照。好，谢谢。
Thank you, Monica. Lei hao, lei ho, kia ora, good morning. The Right Honourable John Key, Prime Minister of New Zealand, His Excellency Ning Nui Kung Bao, Consul General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uckland. 就刚刚针对我们乌伦华侨会所主席的演讲作为简单的翻译。 很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其中包括我们新西兰的总理John Key，还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奥克兰的总领事牛清道先生，少数民族事务部的部长 Judith Cullen， 劳力部的部长 Peter Shapel，还有劳动党的领袖 David Cullen，邀请我们新西兰的总理John Key 为我们大家做演讲。Now please welcome John Key up on the stage to give us the speech. Thank you. Niha, Guangxi Fa Chai, Xin Ni Agua Le, and Son Ning Fi Lok, Happy Year of the Horse.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oday's wonderful event. Can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just to acknowledge, in particular, Kai Lui for his amazing efforts in organising today's event? As he said, this is the eighth event that he has organised here, and it happens to be the eighth one that I've attended. So, lucky eight for Kai Lui and myself. 首先欢迎大家来今天参加乌伦华侨会所主办的这次中国新春的新年的庆祝活动。凯洛伊主席刚刚讲到，这是他的第八次的这个组织的活动，这刚好也总理第八次参加乌伦华侨会所举办的这种新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欢迎大家。非常高兴连续第二年参加乌伦华侨会所的活动。我去年1月份到奥克兰上任，这个活动是我参加的第一个侨界活动，也是第一个官方活动。一年来感受非常多，因为我来之前了解到新西兰是一个小国，非常漂亮，对华友好，双边关系发展得也很顺利。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这一年以后发现，确实是。
有原因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两国之间有的源远流长的民间友谊。新西兰很多的老一代为中新友好铺就了道路，比如说路易·艾伦1927年就到中国，在那一直生存工作了，生活工作了60年。还有 Warren Freer 是西方第一个访华的国会议员。很多的新西兰民间友好人士为增进新西兰各界对中国的对新中国的友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感谢大家今天能到来参加我们新春花市同乐日，由乌伦华侨会所以及 TV33为您带来的，感谢您的到来。观众朋友们，下面的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2014新春花市同乐会主舞台的演出。感谢各位尊敬的嘉宾的精彩讲话，那么我们接下来期待的我们带来 各位精彩的表演。那首先呢，由我们从东北远道而来的东北二人转，东北吉林二人转为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演出。 So without further ado, I'm proud to present to you all the way from ChinaThe Northeast Provinces, the Jilin Performance Art Troupe, bring us the first performance item, the Comedian Tactics. So would you please all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and give them a warm Auckland welcome. 大家掌声有请。大家好，你们好吗？音乐停，音乐停，音乐停，掌声继续。好嘞，感谢天，感谢地，感谢一上台送来热情洋溢、掌声的鼓励，鼓掌的朋友们，谢谢你。演员必须得有才华，来个我自己原创公鸡舞。这个鸡在中国就带有吉祥的意思，一个公鸡舞，祝愿大家吉祥快乐每一天啊！来，音乐 ，music。
我跟他爹刘大爷关系处得很好。这刘大爷没别的说了，无论说什么呢？你介绍一下。我姓王啊，我爸也得姓王呢。还有那么巧的事儿？胡说。那你的意思，你姓孙，你爸还姓赵呗？你是怎么知道的？偷看我日记了你？我就是瞎猜的。你瞎猜的？哎呀，你猜对了。不要说我的隐私好吗？那是我的继父，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对，不开玩笑了好吗？咱来给大家卖点力气。对，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参加这个新春同乐会。那么咱小姐俩、小哥俩站在舞台上，衷心的祝愿新西兰所有的朋友，还有我们华人同胞们，在2014年里能够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寿，七星高照，八方进宝，九九登科，十全十美，百事吉，千事顺，万事如意。健康万事如意，再来给大家卖点力气。好的，东北二人转给大家唱一段具有意义的一小段二人转的小报小拜年，站在舞台上衷心的给所有的朋友拜年了，新春快乐。音乐
三个人会，其中就有我一个。前两天呢，听说那俩人腿都半瘸了，所以说中国就我最后一个了。你要不鼓掌，我也害怕呀，你说是吧？啊，谢谢。危险的动作，一二三 ，one two three， 啪，下去。同学们，在我们演之前，咱先给我打点气，加点油。我喊一，你们喊二；我喊三，你们喊四，我啪嚓就干下去，好不好？配合一下，来，全场的所有的朋友，来，组长您的情绪，一，声音太小了，过年了，新春过年了，咱就拿出过年的气氛啊，大点声，别蹦蹦拍啊，别紧张啊，来，注意，一。Music， 他和我搭档，到家。
竖起来，OK， 拉高一点，啊，坐大的来，往后退一点，好不好？再往后一点，好。OK， 眼睛好看。好了，那个黄队长，哦，谢谢。Okay, now, 1, 2, 3, smile. Yeah, one more. Yeah.牛总，可以给我们华人的观众朋友们说两句？好啊，非常高兴。TV33 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驻奥克兰总领事牛青豹。马年即将到来，在此呢，我通过 TV33 向广大观众朋友们致以马年的新春祝福，祝贺大家马年快乐，马年吉祥，阖家幸福，祝贺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心想事成。再次表示感谢，祝大家一切如意，谢谢。So, 恭喜发财 ，Happy New Year and Year of the Horse in 2014。For all of the TV3 listeners and watchers, please have a very happy, prosperous and healthy year. And if you're having a baby in 2014, congratulations. I know it will be very successful for all of you. Have a lovely year and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Party.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你们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你们拜年，祝你们马年行大运，马到成功，也祝你们家庭幸福，一切都如意，万事如意，谢谢。您好，黄会长啊，马年快到了，能请您向我们 TV33以及全体华人同胞送上新春的祝福吗？我在这里恭祝大家在2014年马年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在马年新的一年来会那个更上一层楼，祝大家阖家幸福。Hi, Kailui. Could you say something for our Chinese audience? 恭喜发财，
Sungling Phai La. We're very pleased to have TV33 as a co-host partner for this event. We've been doing it for 4 years now, and I think the exposure we get from TV33 has been very important for the ongoing success of our festival. You know, having the advertisements consistently for a period of 4 or 5 months does make people aware that we got this good event, big even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other mainstream community. So we thank TV33 very much for their continuing support and efforts. ANZ 的 Eric Chua， 我是国际业务部的总监。那在此祝福大家新年快乐，马年吉祥，身体健康，龙马奔腾。好，谢谢你 ，Eric。可以吗 ？You know,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is coming soon. Could you say something for our Chinese audience? Oh, certainl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The Year of the Horse is a very lucky and prosperous year,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 all coming and.I think it's an election year, so lots of activity, but it's going to be good fun. 你好，能向我们 TV 三十三的观众朋友以及全体华人同胞送上新春的祝福吗？好，祝各位奥克兰的华人华侨马年大吉，万事如意。重要的是身体健康。我相信，在马年这种万马奔腾的这种气势下，各位一定会。这个自己的事业欣欣向荣，家庭这个阖家团聚。好，谢谢你，谢。你好，能请您向我们第三十三观众们跟全体华人同胞们送上新春的祝福吗？好。广大的华人、华侨、留学生，大家新年好！预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骏马奔腾，财源广进，身体健康，学业有成。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14新春花市同乐会主舞台演出及与财神合影等现场报道。听众，在这新年到来之际，我谨代表 TV 三十三，恭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幸福，万事顺意，心想事成，恭喜发财。说到恭喜发财，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惊喜，但愿大家今年人人发财。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财神上台。好，这是我们的财神爷。今天给大家的惊喜有三个，等一会儿总理阁下呢会造访国家党的摊位，就在那边，和门口 TV 三十三的摊位相近。如果想和总理照相的朋友，就提前请在该处排队，就很有可能与总理和财神大人一块合影照相留念。
感谢百花民族剧团的精彩表演，花好月圆，也借这个机会就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